的重要。什么叫做合作？合作就是大家共同努力，把一件事情做好。为什么要合作？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少，做起事来不容易成功。许多人合起来的力量大，只要同心协力，事情一定能完成。合作的基本条件是分工，一个人盖不了一座高楼，两个人还是盖不了高楼，要靠许多人，每个人分别贡献出他的智慧和技能，共同合作，才能建造出雄伟壮观的高楼。如果分工而不能合作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谁也不管谁，最后一定会失败。就算龙舟比赛，打鼓的去打鼓，划船的去鼓船，动作不能正气划一，不能发挥出情底的力量，怎么能弄多的轻飘呢？我们知道了合作的道理很重要，只是应该做一个能告跟别人合作的人，人人能合作，事事能合作，社会才会进步，生活才能更幸福。和回声雨是天空给河流的回声，花是彩虹给破谷的回声，云是阳光给湖泊的回声，风总是准来又失去这些回声。风没有回声，风是它自己的回声，字是笔给纸的回声，路是写给地的回声，门是藏给钥匙的回声，心是他自己的回声，心没有回声，心总是凝，记忆又蹦解这些回声。